Hello， 大家好。咁阿失啱啱就有咗呢个神话消息啊，咁就三维打睇到，其实就合格噶啦，完全。咁血就过20000，攻击25000，咁速度都就300。咁同埋佢之前就因为唔知 SS 个赔率啊，咁而家个 SS 出咗嚟，等等先啊，sorry，系啦，呢度。咁就打到基本上有150000，咁佢个威力同最新出而家嗰个就北欧神话就火神一样就，即系一样同等威力啊！咁应该系镭射炮中就最高嘅伤害噶啦，咁就合格嘅基本上以呢个绝招嚟讲，咁啊被动方面唔使最能有相反呢、這个太屈机，我觉得实在即系号令下都可以喐到啊！咁啊英雄之证呢啲基本嘢啦。咁啊，系啦，友情技都強玩嘅。咁啊，火箭式嘅24000啊，自動導向雷射，加埋連呢個富友情，即係呢個富友情技都有 L 啊。咁啊，亞灣5000几度。咁其實就簡單啲講，呢、這個角色完美，基本上係冇缺點啊。我覺得直情係個速度就稍微低啲，但係都 OK 嘅啦，有300。咁就十分強啦，搞到我而家都有啲想抽多隻阿實，因為我本身得一隻嘅，咁啊當然唔會特登抽啦，係啦，咁啊佢攻略嗰個就的確如呢度所講，其實咁多個都冇問題嘅，咁當然打八旗呢啲係夾硬咗少少啦，我覺得佢，咁啊冇專就適合啦，因為相反啊嘛，同埋佢個導向係非常，因為佢友情技係非常適合打冇專嘅，因為冇專呢關個盾就唔多啊，所以佢支炮就。點樣 van 都 van 到一隻怪嘅啦，基本上咁伊邪那美呢啲其實就唔難嘅，有反重你都打到呢啲係啦。咁啊，閱讀啦，係閱讀好適合打啦，因為閱讀佢嘅攻擊達標。不過要留意佢嗰個雷射啊，因為閱讀成關都係防雷射咁滯。咁佢友情技就同埋個絕招就廢咗少少啦，係要去到美血閱讀冇咗個防雷射先有啲作用。咁阿修罗呢啲又系OK 啦，你相反就一阿修罗你有反伤都打到嘅，其实咁其实就相反就叫做前面打咗轻松啲啦。咁其实就唔系话好适合嘅，老实讲，咁佢最适合就应该都系佢嘅黑熟嘅阅读啦，同埋或者武尊，我觉得都 OK 啦。咁啊，避沙门天其实就的确就唔系好适合嘅。因为如果你唔系木属嘅话，我计过，我记得我计过，好似要接近30000攻先至可以一下杀到嗰啲反射军嘅，所以就算你食埋个种子，你都应该唔够嘅，所以就唔系太适合。咁啊，除非你预咗要弹两下啦，系啦，咁啊非常强力嘅总结，因为睇埋个绝招同埋个三维都。水準以上啊！咁啊，呢只抽到啊，真係而家即係以前抽到你喊三聲，因為係倉管啊。咁而家抽到啊，中咗大獎咗啦，基本上。咁啊，順帶一提，後邊嗰啲係玄卓騎士嚟嘅。咁啊，自己睇翻嗰啲，遲啲講啊，佢嗰個背景啊。咁啊，到火具，咁啊，火具又係食屎嘅，基本上。咁啊，完全就係人魚嘅火屬性版啊，即係佢連個三圍佢都跟足人魚咁低啊。咁啊，16000攻擊，17000。血啊得17000，速度得290，系啦，你睇下绝招系完全系人鱼咁，但系因为水属系可以有机率性瞓觉啊，咁佢火属就冇咗呢个额外效果嘅，系啦，咁但系佢绝招又变咗有个细雷射同埋导向弹，本身都系炮击型，咁其实完全系火属性嘅人鱼版啊，系啦，咁啊劲啊一定唔劲噶啦，其实。咁但系就一由于佢进化太废啊，因为基本上个进化系冇人用嘅，所以其实虽然佢个神化个三维极低，但系一定好过进化噶啦。咁啊冇办法之下，你其实都系要神化。咁啊有冇用就睇你啲重本身够唔够啦。咁啊到野猫好大争议性啊，因为佢变咗贯通同埋被动嘅飞行反伤，咁啊完全变咗样噶啦。咁其實佢呢個係適合打呢個避沙門天嘅，一嚟佢個速度極高啊，咁啊同埋佢個，首先佢個攻擊好似唔係好夠喎，咁但係可能就要，我唔記得佢攻擊夠唔夠啊，要 check 翻，如果唔夠要食種子，咁但係佢有呢、這個加速啊，係啦，咁啊打避沙門天呢關就非常適合嘅。咁因為你啲有時你唔即係有時你唔係好熟呢關，你可能有加速就會易打啲。咁啊，同埋能量環係可以
因為我關好多防雷射喺度，咁能量環就可以直接打到啲小怪，咁都算冇想象中咁廢。同埋佢絕招係變反射型啊！咁你打第三換天危急嘅時候，你可以轉換屬性嚟清嗰啲啫喱怪嘅。咁所以野貓其實就如果以打第三換天嚟講係 OK 嘅呢只都。我谂佢系介乎于宇宙树之间啦，咁但系我觉得系西王母系最合适嘅，咁但系日版系冇西王母，所以我觉得呢只可能会系打比三门天最适合嘅木系贯通啊，系啦，咁就都 OK 嘅，咁因为其实佢个进化都劲噶啦，反重同埋号令，咁但系木系嘅反重系好多嘅，咁就如果即系海克力斯啊嗰啲成吉思汗，咁就可能个竞争大啊。咁所以，我建議如果你本身木系嘅反重夠，你就可以考慮下神化咯。我哋打比三門天，因為木系貫通就唔多嘅。咁同埋佢有個飛行，係啦。咁呢只其實唔需要同白旗比嘅，因為白旗係掃雷反傷，因為呢只係貫通啊。大家留意，咁啊打比三門天貫通係唔同反射，係唔需要比較嘅，係啦。所以都有啲用呢只。咁啊三隻裏邊最勁一定係阿瑟嘅啦，基本上。咁啊，但系我谂，如果以次序嚟讲，台版应该系赫拉神话，跟住到信长同埋阿波罗，跟住先到阿瑟呢边嘅。咁我睇冇翻三四个月都唔使谂噶啦，系啦。咁啊，但系如果而家抽到阿瑟嗰啲就留住先啦，可以唔使喊啦，系啦。咁因为今次就因为太多人问啦呢三只嘢，咁我就费事逐一回留言啦。因为啲契弟答咗佢唔会追翻啲留言，咁我都明，因为我睇人哋嗰啲，我都系唔会逐个留言追，无聊嘅，所以我就特登整一条咁嘅片拍上嚟。因为喺屋企嘅上传好慢，所以就冇咁长，冇讲咁多啦。系嚟到呢度先，咁啊下次见，拜拜。